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。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。皈依僧伽诸中众尊，请看《大经课注》页零六三页，1063页，倒数第四行。请看课题，求法皆合善理，此地说的求法专指净宗无量寿经，范围扩大一点呢，那就是净宗无经一论，不包括其他的法。没有一个不得最好最殊胜的利益。请看经文，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是法，若以求、现求、当求者，皆合善理。念老的注解很简单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凡求是法，皆合善理。那么经文里头
必须要重视的，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那个善字，这就是个标准。如果没有善，以求先求当求啊，未必解得善理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那么佛家，我们展开经本，看到经上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个善的标准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头跟我们讲了三福。三福第一条就是这个善的标准。经文有四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个人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所以他是有标准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五戒十善。常讲的三规五戒十善都能够做到，这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那么现在三规五戒十善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也差不多走遍全世界，接触世界各地的佛教徒，在家学佛不能落实十善，十善没做到；出家学佛沙弥律仪没有做到。佛门衰，为什么衰的我们就知道了。佛法是建立在戒律的基础上，戒为无上菩提本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？今天我们做不到，不能怪我们。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看到好样子，也没有人教我们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有一句话说得正好，说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这是诸佛菩萨对我们当前弟子的心态。我们干什么样的坏事，佛菩萨都原谅我们。为什么呢？没人教。先人无知，我们的父母不知道教我们，不懂得怎么教法，祖父母也不懂，曾祖父母也不懂，大概要到高祖父母，他懂不懂呢？他可能知道，但是做不到。高祖父母再往上去个两代，差不多，他们能做到。所以我们断掉七八代了，这个责任谁负？佛比我们清楚。这个话我们说不出来，佛说出来了。在家父母没教我们，出家师父没教我们，师父自己没做到，
师父的师父师公也没做到，那再往上去师祖他也没做到，这怎么办？所以才会出现像李炳南老居士所说的在念佛同修，念佛求往生啊。他不说别人，他说台中莲社，台中莲社是他创办的，莲社的莲友不少我看过莲社莲友的名册，他分48个班我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，那一年是台中莲社成立10周年纪念我第一次到台中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名册里头的莲友有20万人，大概在台湾是最大的团体他是有组织的李老师带领大家念佛，老师常常讲我们莲友10000个莲友念佛的同修，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个5个而已就算5个吧，10000人10万念佛人只有5个能往生，其他的不能往生这什么原因呢？戒没有了进了佛门，受了3皈5戒，甚至在家菩萨戒，经典上的这个善字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他都达不到这个善的标准，到不了这个水平，所以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好处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没有，阿赖耶识里头熏习了善根福德的种子，这个有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。为什么不能往生？3皈5戒10善没有做到，就这个原因。现在我们想学，能不能学做得到？做不到。不知道怎么做法。光念经文这几句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最近10几年了，我们看到全世界这个现象，所以特别提出儒释道的3个根这个理念是从净业三福来的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要怎样落实？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真正把《弟子规》里面所说的113桩事情，《弟子规》不长总共只有1080个字113桩事情。真正能做到孝亲尊师就做到了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就做到了，那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，这4句才做到2句，还有2句慈心不杀，慈心不杀落实在道教的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文字不多，大概
1500-1600个字的样子，不多。里面讲了90多桩事情，善恶的报应。这是因果教育。感应篇所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人相信因果教育，不敢做坏事。不敢起一个不善的念头。为什么？有一个不善的念头，都会有报应的。有这个基础，有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这个基础，十善业就可以做到。今天十善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没有前面两个基础。十善业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在家居士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个做到了，才是经典上所说的善男子、善女。它是有标准的，有这个基础就能学佛了，好像盖房子一样，我地基打好了，往上盖，盖几十层，盖100层都没问题，根深蒂固没有从根上去做功夫。这个不踏实永远盖茅棚盖2层楼都会倒下来。为什么？没有地基甚至一层都不行，一层大风直吹把你吹倒了。你就晓得基础是多重要中国人所说的扎根教育。扎什么根？《弟子规》伦理的根，道德的根，《感应篇》因果的根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这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都是好人，为什么？祖宗会教把这个好的教育世世代代传下来了。人从小就教好了。中国人懂得教育，这个世界上很多学者专家都知道，都佩服。中国人什么时候叫小孩啊？母亲怀孕的时候叫胎教。小孩还没出生呢，才怀孕呢。我们老祖宗很清楚。孩子虽然甚至还没形成怀孕1-2个月还没形成，但是他有感应父母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会影响他他都受感染，这就是什么？养成脾气脾气好不好是从胎里头养成的父母怀孕这10个月当中保持安静的心态
喜悦的心态，这小孩好。如果常常不高兴，常常生气，常常发脾气，这个小孩就很麻烦了。小孩脾气很不好。外国人不懂啊，中国人懂啊。啊，所以中国人这十个月，母亲这十个月，啊，思想端正，绝对没有负面的想法，没有负面的看法，啊，思想纯正，啊，心态安详，啊，动作如火。为什么？他想到，他影响胎儿。小孩出生下来，他睁开眼睛，他在看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模仿。啊，模仿谁呢？当然，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母亲，第二个父亲。啊，母亲最重要了。啊，母亲懂得教学，懂得教育。啊，要把这个小孩看好。啊，要看到三岁，满三岁，一千天，这叫扎根教育。这一千天当中，所有不正当的，我讲负面的人事物，都不能让小孩看到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可以让他接触到。他所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的，全是正面的。啊，正面是什么？无伦无常，四维八德。啊，就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让他看着。啊，他听的是这个，看的是这个，接触的是这个。这一千天根扎下去之后，古人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三岁看八十。”三岁扎下的根，八十岁就他一生呢，他都不会改变。啊，这是什么根？圣贤的根。中国教育是培养人才，是圣人。贤人君子，啊，在历史上世世代代都出圣贤君子啊！在历史上有记载啊！啊，圣贤君子从哪的母亲教出来？啊，母亲绝对不会离开家庭，啊，去创办事业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他的使命是培养圣贤的。如果自己去搞事业去了，啊，去跟男人一样去竞争去了，下一代完了。啊，那么他的家就到此为止。做得再辉煌，后继无人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统统受了外国人的影响。中国传统里没有这种思想。啊，妇女走出家门到外面，跟男子一样工作，这是外国思想。中国妇女的地位比外国高，所以外国妇女要争。中国妇女在古时候的地位比男子高。啊，夫妇结合就结婚，组成一个家庭。家庭有两大任务。一个是家庭
物质生活，就是收入。这一桩事情，男子负责人。第二桩事情，传宗接代，培养圣贤，这是妇女的责任。她的责任是主，生活清苦一点没有关系，家里要出圣人、出贤人，这个重要。所以妇女的地位，你要是读儒书就知道，决定没有人敢轻视妇女。先生要轻视太太，对不起祖宗，大不孝。为什么？太太是你家传宗接代的人，是你家后来有没有圣贤，完全靠她。你怎么能不尊重？现在人说中国妇女在古社会里头没有地位，那是胡说，没念中国书啊，道听途说。乱世里头有，天下大治的时候，太平盛世的时候，绝对没有。如果有这种情形，太平盛世是不可能出现，那乱世。这中国文化里的很多好东西，外国没有啊。孔子怎么成就的？妈妈教出来的。孟子怎么成就的？也是妈妈教出来的。孔子幼年的时候，父亲过世。孟子也是的。他们懂得教育，要孟母三迁。居住的环境对孩子有影响。所以这个善字是关键的。要把小孩教成有智慧、有善心。有善心，将来能够为家庭增光，光宗耀祖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全人类。做出最大的贡献。那么这种大事业都是母亲承担的，母亲给孩子奠定基础。对后代的期望。这个后代家族延伸就是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民族，乃至于整个人类，伟大的母亲要懂得这个道理。能于是法，这个是法就是指的净土法门，无量寿经。也就是指我们这个本子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我们学习的这个本子，能于是法。若以求
我们已经求得了，或者是现在求得了，或者是将来有机会也求得，只要你求得，没有不获善利。善是好处，利是利益。啊，你得到是最大的好处。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没有超过这一个善法的，你多幸运啊！你能够遇到我，要知道遇到不容易啊。值得庆幸。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本子经本汇集成功，是在抗战时期。抗战胜利之后，好像印过一两次啊，分量在那个时候不会很多啊，通常印经啊，印个300本500本啊，顶多是1000本。中国这么大的土地，这么多的人，你想想看，就算是2次，算2000本吧，多少人没有机会看到啊。我们在台湾要感谢六行法师，啊，像我这样的年龄，提到六行法师，大家有印象，我们见过面。啊，他是军官退役，以后出家了，他陆军中将。啊，他是下莲居老居士的学生，到台湾来，把这个经本带了几本，不多，我相信不超过10本。啊，到台中跟李老师见面，应该是3-4本，送给了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看到这本经书前面一篇很长的序文，梅光熙写的，他非常感动。啊，梅光熙老居士是他的老师，他的佛法是跟梅光熙居士学的。啊，梅老师跟下莲居士最好的朋友。啊，所以下老一生的事迹，李老师知道。啊，可能没有亲近过。啊，那么得到之后，台湾瑞成书局，我知道的是印过2次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，早年啊，我还不认识他，我到台中之后，我也听了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是用康僧开的本子，不是用汇集本。啊，汇集本李老师讲过一次，他有注解，注解就写在经本上面。
这个本子老师给我了，我以后把它印出来，印了10000本。台中联社也印了，台中联社印得好，他把这个眉柱啊用红色的套印，所以就更清楚、更醒目。我印的时候没有套色。这个经本在台湾首先流通真正大众在一起学习这个经本，还是在美国、加拿大开始的。我用李老师的眉柱讲过10遍。李老师往生之后，我在国外讲了6、7遍，回到台湾来，好像姐也讲过2、3遍的样子。在新加坡居士林。不是居士林，那个时候叫弘法团，青年弘法团讲过。我85岁，大前年开始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这是第3遍。我发愿这一生能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遍，标准是1年讲1遍。目的是告诉大家，世尊末法时期要想真正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一生成佛，那只有这一部经，只有这一部注解讲得透彻，讲得明白，讲得叫人不能不相信。这一部经就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的大总持法门。49年所说一切经的经教义，全在这一部经注之中。我们有这一步够了，不要再找麻烦了。一门深入，尝试寻修，成就自己，利益众生，大善利益。决定不能放松，决定不能搞太多，搞太多，搞太杂，自己不得利益。一门深入，能得定，能开悟，这得最大的利益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它记住。无比的善利就是这部经。那么再简单扼要的说呢，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。这一部经是名号的总说明。名号为什么有这样殊胜功德利益，这说得很清楚。我们看下面一段。
安住无疑，免堕。啊，这是标题。我们看经文，汝等应当安住无疑，众诸善本，应常修习，实无一智，不入一切种类珍宝，成就牢狱。念老注解上告诉我们，下就是这段经文。啊，佛普劝断疑生信，若于说法利人，在自身首须断尽迁徙迁徙，纤毫的疑惑都要断干净，故应安住无疑，老实持念勿生疑惑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是为诸善之本。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！我们真正想为人演说净土法门，为人演说无量寿经啊，这是利人利益别人最殊胜的利益，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，也没有比这个利益了更深啊！这是真实的利益，不管他信不信。大乘教佛常说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！只要他听进去，听一句，听一声佛号，这个利益都是究竟圆满的。这一生他不能往生，他没得受用，来生后世遇到缘了，他就得受用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冷静观察思维，我们这一生是怎样遇到佛法的，是怎样才相信佛法的啊，最后是怎样相信念佛法门，我们才能体会到诸佛所说的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真不容易啊！如果不是锲而不舍，啊，也就是学佛，这一生当中没有中断的，最后你会相信这个法门。啊，如果学习中断了，到晚年不学了，那这个利益这一生得不到，要等来生后世。啊，那么要想弘扬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法劝一切众生，自己自然会提升
而且得真正的利益。啊，这个利益是福报，得大福报。可是自己必须首先断尽疑惑，如果自己还有疑，这个疑很小很少，可是只要这一点点疑惑，到念佛往生的时候可能障碍你不能往生。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什么人能够顺利往生？没有丝毫疑惑。啊，对于经上这个注解里头，字字句句都没有疑惑，决定得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善圆满。利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啊！智慧圆满了，福德圆满了，相好圆满了，啊，成就圆满，自利圆满，度他圆满，这个法门能不学吗？极乐世界能不去吗？啊，真正其如境界的人，真正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是弥陀弟子，啊，应该把我们这一生的方向目标锁定，啊，定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定在清净阿弥陀佛。我到极乐世界去清净弥陀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亲自来教你，而且是一对一的教学，啊，不是很多人在一起，阿弥陀佛一个人教我，是真的。那一个人教我，别人呢？个个人都看到阿弥陀佛亲自教我，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化身，有多少学生就有多少阿弥陀佛。啊，弥陀化身跟真身是一不是二，丝毫差别都没有啊！你想学什么经教，他就教你什么。啊，那我们猜想，到极乐世界想学什么科目？你们有没有想到？我想到了，肯定还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为什么？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展开，里面包含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所摄之法，都在这个经中。妙极了，这个经透了啊，一切经自然就通了，还会学别的吗？啊，无量寿经包含一切经，圆融一切经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是在
无量寿经之外的真妙啊，妙极了啊！所以我们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死心塌地，绝不会再变更、再改改学其他的啊，绝对不会啊！但是我们对其他法门、对其他的经典，我们都欢喜赞叹，像善财童子一样啊！你看，善财五十三财。啊，他自己修学的是念佛法门，是往生净土，但是对于所有法门他都赞叹，没有批评，没有回报。为什么？全是佛说的，是度不同根性众生啊，这些不同根性的众生，他们要证得法身之后，全学无量寿了，到最后，最后一招，哎，《华严经》上表法告诉我们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记录，就是统一，不管你学哪个法门，最后学念佛法门，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你就真的大圆满，妙极了。啊，大经表法的意趣啊，它的深深的意思去向我们要懂啊，啊，要不懂那就白学了。啊，方老师当年把华严介绍给我，没有讲得这么深啊，他只讲到华严这部经非常了不起啊，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概论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方法，有理论啊，有真实的理论，圆满的方法，后面还带表演，这是全世界啊古圣先贤典籍里头没有的，没有带表演的啊。华严经五十三参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你看啊，如何把经里面讲的道理、讲的方法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。善财跟五十三位善知识来表演，这世界上没有的。那在我们中国有一部跟华严相类似儒家的四书啊，朱熹编的即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，孔子弟子们记录夫子一生的言行论语，他收了这个书，再收孟子七品，合成一部叫四书，很像华严啊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论语孟子是表演。啊，你看孔子如何将中庸大学落实在生活，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孟子也如是。孔子的境界比孟子高，孔子是圣人，孟子是贤人。好像佛经里头，孔子好比佛，
孟子好比菩萨，他有表演给你看。我看这部四书，会联想到朱夫子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？肯定从《华严经》上来的。朱熹读过《华严经》，看到《华严经》这个门道了，他又在儒家编了一套书。真编得好所以这一部四书编出来之后，宋元明清都把它排在读书人必读的课程、必修课而且儒都是从这部书入门这个灵感应该从《华严经》上来的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部书，华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83种经论。是佛菩萨表演的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是在中国本土，历朝历代祖师大德们他们表演。无量寿经集注的价值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在整个佛法里头，无上的法宝，我们今天得到了。得到之后一定要安住无疑，我们把心安在这部经上，住在这部经上，毫不怀疑。那么这部经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就是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6个字。这部经就是6个字的注解。六说说得很详细，那更详细呢？更详细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是细说，这是六说，通通说的是南无阿弥陀佛。要记住，《华严》最后十大愿望祷告记录。所以彭吉琴说的，华严是净土的大经。无量寿是净土的中本，华严经的中本。阿弥陀经是华严经的小本。彭居士把华严无量寿小本弥陀看作一部经，大本、中本、小本。大本学习的时间太长了，像我这样的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，一部华严从头到尾讲一遍，至少要20000个小时。
一天讲4个小时，要讲5000天，一年360天，5000天啊，100年才360天，100年讲不完呐。真的太大了，所以没有办法了，不能不放弃大本，学中本。中本这一本，你看，这是我第三遍讲，我原来时间定的是1200个小时，现在超过了，1200小时是700次，这个。600次，一集也叫600集，一集是2个小时，超过了，后面还有这么多，我看看大概要一个月，至少要一个月才能讲完。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其味无穷。展开经卷真的是享受法喜充满一天不睡觉没关系，一天不吃饭没关系，一天不读经这日子不好过很多人要求我法师一天4个小时太累了，能不能减成1个小时，像吃饭一样，我要吃4碗，他只叫我吃1碗，没吃饱。那为什么呢？法喜他没尝到，他要尝到了，他不会讲这个话。什么最快乐？儒教修行，说法立身最快乐。要不快乐，佛为什么今现在说法？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一天都没有空过。他不是一天4小时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说法，一天不会少过8个小时。应该讲的时候是10个小时。一个人也说，两个人也说，多人也说，少人也说，只要跟他见面，没有不说法。真正切入境界了，你才晓得这个世间各行各业最快乐的行业是什么，就是佛法讲经教学，是出世间各种行业里最快乐的。你要知道现在最辛苦的是哪个行业，当国家领导人太苦了，我见过澳洲洛克文当总理的时候来邀请我去访问，我们是老朋友到坎培拉国会山庄跟他见面，他端了一碗杯子比我这个大了，我这个杯子小他大号杯子，告诉我咖啡一天要喝5大杯。我说怎么了？提精神的不够用这个提精神是精神透支，不是好事情
啊，所以我就当时告诉他了，我说现在这个社会变了，你要知道，你这个行业最苦啊，最辛苦啊。啊，我说我不能不佩服你，你很勇敢。啊，你争取这个行业，我说现在世界上最快乐干我这行。啊，我说我们两个人强烈对比，他比我小很多。啊，这都是真的。释迦牟尼佛有智慧、聪明，选择世界上最快乐的行业。他本来可以做国王的，啊，国家领导人，他知道那个事情不好干，放弃了。19岁，放弃国王的继承权，他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人，出家是最幸福、最快乐的行业。你得真干呢，不真干呢，出家也很苦啊。那真干出家真快乐啊！啊，不能搞道场啊，搞道场很累呀、啊。很辛苦啊，星云法师是我的老朋友啊，我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。啊，前年我在高雄治牙齿，啊，有一天他们带我去玩，走佛光山下经过，打电话看看老和尚在不在家，一打电话在家，啊，要我去吃饭，我们就到佛光山去观光游览去了。啊，见面之后非常欢喜。啊，可是体力我们两个同年，他小我5个月。啊，他身体比我差了。啊，他看到我还很活泼，他很羡慕我。啊，问我怎么养生的。我说我心清净。没事干，每一天讲经最快乐的消遣啊，没事。我说你搞了多少寺庙了？全球200多，将近300个，一个庙住一天，你的一年还住不过来，多辛苦！我一个庙都没有。啊，我没有负担呢、啊。这么多庙的时候，你负担都沉重啊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。啊，我一生没别的嗜好。啊，我绝对不会去做当家做主持。那是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对出家人讲，你要想害这个人，你就请他做当家，请他做主持。道元老和尚告诉我的，啊，提醒我嘛，那个事很累，不好干的，啊，干得不好还得背因果。啊，哪有讲经教学痛快？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没有见道场。啊，我这是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我这一学佛就是跟他。这第一个启蒙老师方东美先生是接引我入佛门，入佛门之后接受张家大师教诲，啊，他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第一本书是释迦谱释迦方志跟我说，学佛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
你才不会走错路。啊，那我们也读明白了，释迦牟尼佛什么身份？老师的身份。啊，是个非常负责任的教师。啊，教学。清净平等心，不分国家。现在讲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。你只要肯来，他就教你。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教学教了一辈子，30岁。在菩提树下开悟，初定就到鹿野园开始教学，度五比丘。79岁圆寂，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一生的事业是教学，没有干过别的事情。我们终于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看到生欢喜心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说，我愿意走这条路，我欢喜。啊，出家也是张家大师劝我。啊，我学佛的基础跟张家大师3年，他给我奠定。以后在台中10年，跟李老师学教。啊，海外的缘分是大专讲座，戒律。啊，那个时代，周宣德倡导台湾大学第一个佛学士陈希学士，啊，带动了整个台湾大专学生学佛。啊，这些同学当中，许多人我都认识，啊，很多也听过我讲经，啊，他们到国外去留学。以后在国外成家立业，遍布全世界。我这个发愿从这来的，谁请我讲经？这同学啊，以后就周游列国了。啊，自己也不能做主，他们想听什么经，就叫我给他讲，所以也讲了有70-80部。不同的经典，啊，跟他们是广结善缘，啊，对我来讲呢，没有多大的好处，啊，真正的好处是30年之后，真正。把净土宗搞明白了，接受净土了，啊，学习净土，这是得真正的利益。啊，一切经，无论哪一部，越看越欢喜，越看越有味。啊，才知道古人说的一句话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世味哪有法味浓？啊，世间人天之乐，比不上佛法。啊，佛法什么法呢？念阿弥陀佛的快乐。啊，读诵分讲《无量寿经》的快乐。
没有能够相比呀。世间最快乐的事情，不是最快乐的事情，祝福如来怎么肯干？啊，这些都是世间一等聪明人，最高智慧人，他们干什么一定有道理。啊，方老师跟我讲佛经哲学，我跟他是学一部佛学概论，这一部佛学概论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啊，我不是在学校学的，在他家学的啊，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课，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在他家里啊，我是这样教出来的啊，所以他把佛经哲学讲给我听，我就很留意啊，因为我们上课不是在他的书房，客厅，他家小客厅一张圆桌啊，我就常常看书房门口，看看他书桌上摆的有没有佛经，真的啊，从来没有一次看到他桌上没有佛经的，这就知道说他真学啊，他不是随便说说的，真在佛经上下了功夫啊，许许多多的经文他都能够背得出来。我们佛门的法师比不上啊，告诉我大乘经教是哲学啊，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被这些引导入佛门了。在这个之前，我们误会了，认为佛教是宗教，认为佛教是迷信。啊，他的晚年在台湾大学完全讲佛经哲学啊，他的学生把他所讲的录音整理成书出版了啊，送了一套给我，我在里头偶尔翻翻看看，老师居然讲到佛教是无神论，这真的一点都没错，佛教里头没有神，佛教里头只说佛、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啊，这些名称是什么，是佛陀教育的学位，就好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学位啊，所以学位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，最高的学位叫佛陀，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你可以拿到佛陀的学位，跟他是平等的。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啊，拿到学位才算真正有成就，没有学位不算成就。啊，有成就在佛教称圣人，没有成就凡夫。啊，阿罗汉是小圣，佛是大圣。
佛教是教育，我的观念一生没有改变的。我从方老师教我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，佛教是教育。释迦牟尼佛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，而且是最忠实的，最认真、最负责的老师。教育工作者，也是一生不收学费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啊，平等心，就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无论信什么教，你就跟他学，他是学校，他不是宗教。所以佛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婆罗门教的，有变形外道的，当时印度许许多多宗教他们的信徒，他们的传教士跟释迦牟尼佛学很多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叫他放弃宗教，而且佛迦牟尼佛说对所有宗教尊重所以他跟任何宗教都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。他是教育。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来，在世界上团结宗教，做得也相当有成就。只有宗教团结。佛教来团结宗教是最恰当的。我们跟犹太教接触，犹太讲长老问我，他说佛教里头没有上帝，没有神，那这些作恶的人最后审判呢？这佛教谁来管呢？我就告诉他，我说那是上帝的事情。通通归上帝管，他听得很高兴，他就问我那佛是什么？我说上帝好比一个国家的总统，佛是什么？佛是教育部长，专管教育的，不管司法，也不管立法。他们听到点头，很合道理。搞教育的没有不遵守国家领导人。宗教里头诸神就好像国家领导人一样，尊重啊。佛始终是搞教育。不但是无神论，而且还是共产党。你看六合敬里头，利合同军，那就是共产。最早的共产是佛教啊。佛教没有禅怎么共？没有禅都要吃饭呢。吃饭怎么共呢？你看看，每一天出去徒步，徒步的大家不一样啊。有的菜很好，有的菜就不好吃了。那不是说你运气而已，拓不是你给你一个人吃的，拓一定拓回来，回来把饭通通倒在一起，每个人吃多少自己的了，所以一钵千家饭。这就是共产党。拓回来混合在一起，吃多少拿多少。利合同均，平等的这个是人类的理想，在佛门里真正做到了
但是现在佛教没有啊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，他49年教学，他就做了49年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啊，出家人决定没有财产，啊，不接受财物的供养，供养只限于四种：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。生病的时候啊，都要用药。啊，除这四样之外，都不接受。啊，现在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，斯里兰卡出家人还遵守古老的戒律。啊，我们看到了，很欢喜。啊，佛教复兴还有希望。啊，那就是斯里兰卡的全国国民，他落实佛教了。啊，三皈五戒十善，在家八关斋戒，是他们日常的生活。啊，出家，比丘尼，啊，都能够入法。全世界只剩下这一个地方，其他的没看见。啊，只看到他们真正落实。啊，所以佛教大学要建立在这个地方。课堂里学习的，你离开课堂，你看到了。啊，别的地方呢，课堂里学的，离开课堂看不到。啊，那就很难做到。啊，在斯里兰卡看到每个人都做到了，自自然然就成习惯了。啊，这个学校现在开工，预定2年建成。啊，就是16年的年底完工。啊，我希望能提前一点。啊，希望1年半呢就可以完工。啊，那么还要建一个宗教大学。宗教大学的宗旨就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。啊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啊，提倡宗教回归教育。啊，宗教要互相学习，然后宗教才能团结，帮助社会化解冲突。啊，带给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。这是宗教大学的宗旨。啊，我们认真努力在做。啊，学校的校长，我请总统担任。啊，总统是虔诚的佛教徒。啊，这个国家也是多元宗教，有印度教，有天主教，有伊斯兰教。我去访问的时候，这些宗教的领袖
我都见过面。虽然是少数，佛教徒占全国人数75%。1/4，还有1/4是其他宗教徒，都能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宗教治国，做出一个榜样，做出一个典型，让全世界人去观摩，去学习。对于世界和平肯定有帮助。我早年没有遇到要遇到的话，会做出很多好事。到晚年，87岁才遇到，太晚了。干什么事情，精神体力都不够用，所以希望年轻一代认真努力，向着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去迈进，成就自己，也帮助世界，永续和谐。希望这个世界永远没有战争，永远没有斗争，当然最好的是人与人之间永远没有竞争，天下就太平了。永远没有竞争呢？斯里兰卡的人做到啊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斯里兰卡的人很容易知足，知足常乐，所以他们很快乐。实际上他们的生活，物质生活跟我们比差很远，他们快乐，这是我们比不上他的。他们没有竞争的心。他们不求富贵，他们只求安乐。安乐他得到了。他们认真学佛。一般人民星期天都上佛教的课程。星期天所有寺庙通通开放。所有法师都出来讲经教学。所以全国人民星期天的上午，是他们学习宗教课程，法师个个都会讲经，个个戒律都修得那么好，看到真的让人生欢喜心。生仰慕之心，赞叹，应当向他们学习。安住无疑，种诸善本，这就是底下注解戒注。老实持念，勿生疑惑。
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是为诸善之本。这一句话很重要。菩提心是什么？我们根据教义说了十个字。菩提心的本体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心。这一定要搞清楚。它不是阿赖耶，它是真如自性。世尊在观经上跟我们说的至诚心，菩提心的体，真诚到极处叫至诚。我们用真诚两个字，真诚心的自受用，真诚心对自己，自受用是什么？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是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，清净心，声闻缘觉得到了，自受用啊。平等心比清净更高一层，菩萨等得了。没有分别，清净没有执着的清净，没有分别的平等。后面那个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心回归到清净平等，没有不觉悟的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自受用啊！这叫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对待大家呢，对待别人呢，慈悲，大慈大悲。是清净的慈悲，平等的慈悲，是觉悟的慈悲，对一切众生，这叫菩提心。我们把它写了一副对联，这是上联，发菩提心，真诚。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用这个心处事待人接物，生活工作都用这个心，你的享受跟诸佛如来平等，没有两样，真快乐。为什么不肯用这心？用自私自利，用损人利己，用贪嗔痴慢，用这个心全错了，与自信统统不相应。与什么相应？与阿赖耶相应。阿赖耶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呢，用错了心，佛菩萨用对了心，他完全用正确的。用真心重要，用真心不吃亏呀。用真心祝福护念，龙天山神保佑，
决定不吃亏。为什么不肯用？不能用真心，用妄心。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、贪嗔痴慢。用这个心，佛菩萨护法神走了。谁跟你靠近呢？妖魔鬼怪、冤亲债主，他们来了。这些东西来了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所以你的生活过得很苦，原因在此地。只要你不用妄心，改用真心，妖魔鬼怪走了，冤亲债主也走了，护法神来了，佛菩萨来了，所以学大乘的人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所有一切的遭遇、一切的感受，统统是自己念头变出来的。我们的念头不善，所以才有三途六道。我们的念头纯善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一生无一不是自作自受。一定要知道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不可以怨天尤人。怨天尤人罪加一等。为什么？与他没关系吗？与起心动念有关系。真正学佛的人，依照佛陀的教诲，懂得佛讲的道理，知道佛教给我们的方法，依教奉行，你就能得解脱，真正解脱，解除烦恼，脱离生死轮回，这叫解脱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大圆满。到极乐世界实在不难。如果你遇到灾难，遇到恐怖，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专心念观世音菩萨。菩萨真能帮助你化解。那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对这个世界，决定不能有留恋，有留恋就坏了。有留恋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。那个麻烦就大了。经上这些话，在在处处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奉为纲宗。纲是修学的纲领，宗是宗旨。安住如是法中。如是法就是大乘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切法，天天要念。念的时候修定，用念经的方式修定，就有功德了。那就念的时候，绝对不想
经文里头的意思，不想到，念的字字正确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一遍一遍的念。啊，用听讲也可以，专心听，听懂很好，听不懂也很好。啊，不要去求懂，求懂是你自己的意思，遍数念多了，自然就懂。那是什么？智慧开了啊！所以用读经的方法修戒定慧，这是真修行，这是真会念经啊！念经得定，得三昧。一面念是一面想里面道理，那就坏了。那是念世间书。现在学校念书是这个方法，啊，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悟，啊，这方法用错了，啊，教学的理念产生偏差，得不到真正的利益。真正利益是佛所说的戒定慧。佛法传到中国，佛戒定慧三学这个方法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啊，变成中国传统教学的理念，共同的理念，啊，就是持戒、修定、开悟。啊，持戒就是遵守方法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是戒律，决定不能变更。你用这个方法，啊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效果卓著啊！十年就通了，啊！但是这个方法没人相信，现在人不相信，他不相信自己会通，释迦牟尼佛是自己通。他讲的是经典，谁教他的？没老师啊。所以他参学十二年，到三十岁的时候，他放弃了，不学了。啊，到菩提下去，菩提树下入定，开悟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世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了。他是这么来的啊！所以所说的一切经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的流露，不是学来的。那你也不相信，在中国也有这么一个人。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这坛经大家是看过啊，坛经前面说他的历史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那学佛从来没有正式听一堂经啊，法师讲经的时候他一堂没听过啊。黄梅有禅堂，他没有到禅堂去坐过。他在哪里修啊？他在对方舂米破柴，他就在那里修。啊，舂米破柴，
他开悟了，他在这里得三昧。他怎么得的？他抓到修行的纲领。修行的纲领呢，就是看破放下。看破是明了，放下就明了，放不下就不明了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这就是大乘。这三种，起心动念、无明烦恼、分别尘沙烦恼、执着是见思烦恼，三种烦恼统统放下了，自信现前，就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的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自信般若智慧现前。佛可以说一切经，你也可以说一切经，你跟佛没两样。大乘教走这个门呢，跟世间不一样啊！教学的理念不相同，方法不相同。世间教学这个理念方法可以成就知识，你学到知识没有智慧。佛家这个东西是学智慧，智慧里面有知识，包括知识，知识不包括智慧。所以智慧有了，知识也有了。现在西方这个方法，知识有了，智慧完全没有，所以它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们今天要把中国传统这种好东西告诉全世界，但是世界上人不相信，他相信什么？科学。科学头一个拿证据来，所以我们现在用中国传统这个方法，真有几个人开悟了，让外国人看到了，他就相信了。其实外国古时候有开悟的，不是没有啊。穆罕默德就是最明典型的一个例子，穆罕默德跟六祖一样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你看他能口述一部古兰经，旁边人给他记录，写成书，伊斯兰教主要的经典。那他们大彻大悟，才能说得出来，不是大彻大悟说不出来。外国有少，中国比较多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方法恢复。首先恢复理念，我们对它不怀疑。怀疑就坏了。这个后头底下说，应常修习思无疑智，盖一根未断，即是罪根；欲断一根，应知方便。疑惑不断呢，只因慧心不明；慧心不明朗，只以三口障身。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。
啊，问题是三垢，就是刚才讲的，这三垢是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就这三种啊。这三种太深了，障碍我们明心见性。这三样东西去掉了，自信就现前。啊，所以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无明烦恼没有了；不分别，尘沙烦恼没有了；不执着，见思烦恼没有了。这三种垢障都断掉了，自信现前。要在这里下功夫。啊，没有真正善知识，自己也能成佛，也能成为大善知识。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真肯干，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清净平等觉现前。这是大乘啊，靠自己不靠别人。啊，一切诸佛成就圆满的果证，统统用这方法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